咋整的呀？出去两天造这样，不拉你那个破球子给我拉的吗？这家可好装好卸呀、啊！哎呀妈呀！你不要非得好装好卸，不盖雨污，不要绳子，叉车活吗？好不好卸就得了。我问你，这是好卸。我到那家夸嚓一脚刹车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驾驶楼给我削掉一半，哎呀，这脑袋疼啊！那谁让你养个车这不拉那不拉的，跳来跳去，最后拉俩球，哦、找我干啥来了？啊，你在这找趟活干呢？那能出车吗？这脑子干这样？你不得你我这医药费也算你的。还拉球啊？不拉。脑瓜篮子你消防屁呢还拉球？啊、嗯，不拉。那我今天没有别的活，就车绿通，拉不拉？那玩意儿你拉那老破蔬菜还得上地里拉去，一整一装车装一天，晒得直冒油。完卸车卸的吧，卸的时候、嗯、啊，非得等菜卖完了，完了再给钱，不干不干。那咋的呀？人家都有专门跑绿通的，那玩意儿免过道费，挣的多。我不跑，嫌费劲。啊，嫌费劲。那没有别的活了。再说了，绿通就非得是蔬菜啊？那还有鲜活的吗？我这车是猪，完全符合你的要求。猪，不拢绳子，不盖雨布啊，好装好卸，往车上一赶，噜噜噜噜噜，十分钟转，到地上一开大门子，噜噜噜噜噜，哎，就赶下去了，贼方便。万一你要赶上那老母猪下崽儿，那崽儿还给你，那不行啊！我听说那玩意儿在路上耗死了，死了咋整？你慢点开不就完了？那一脚刹车，一脚油门，哐哐的，啥猪撞明了呢？天热了，走到服务区给测点水，20块钱就完事儿。人都能干，你干不了。啊？哦、嗯。别说好，那万一死了，我们那猪肉我自己拿回吃也行啊。对呗，超市买多少钱一斤？现在不得20来块钱啊？进价6块，整一头回家冻冰箱过年吃都合适。也对哈啊，这趟到广州运费8500到杭州去，闭眼睛上5000块钱没过道费。啊，那行啊啊，那行啊，去我就给你定了，你赶紧交去。行，就我定了。那你去吧，我联系一下护理上啊。咋的了啊？尿汤呢？啊，这边下雨，道太滑，车干翻了。这家干的，一高速全是猪。哎呀，车翻了，那猪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抓都抓不过来呀。哎呀妈呀，这可高速啊，碾呐，碾了1-2公里都抓不回来呀。那100-200公里我也去不了啊，你自己想招吧。那我想招了吗？我这不都？哎呀，那你自己研究吧，给装车上啊。那我再看看吧。猪没事就行啊啊！我有事儿啊。那我就不管你了啊！你有事儿跟我没关系啊。猪有事儿我跟货主交代不过去呀、啊，啊！猪给我装上啊！哎呀，这让人操心。你说的话真不讲究啊！嗯。2小时以后。喂，小孟子，那猪装没装车上啊？货主问呢。哎呀，我抓回来了。我还整不了他，我这充满智慧的小脑瓜。是你那小脑瓜，头发长得还挺茂盛，发际线也挺好。着什么急？一个都不带少，一根毛都不带少。就告诉他啊，一个个正往上装呢啊。咋装的呀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要不等会儿我给你发个视频，你自己瞅吧啊。哦，那好了，好。来，牛哲，你看怎么样？这稳当的一个都没跑，全都装上了啊。反正就是那个吊车有点贵，花10000多。